今天的双眼皮贴高了，有点，Hello。我今天没有开瘦脸，我瘦脸只开了5%，关掉了。嗨，晚上好，看，可爱吧？这是我新买的小草莓暖手袋。果然是贴高了，双眼皮。变成，我现在变成那种欧式大双，好爽，好难受 这不是粉色草莓吗？没有，我的圣诞树的关于圣诞树的第二个包裹我还没有拿上来，我等，我忘记拿上来了。我拿上来之后，我本来想今天直播拼那个树的，谢谢圣诞树。等之后吧，反正早晚的事儿，很简单，so easy，so easy，还没呢，我还没有去拿上来，不会的，欢迎，以我的能力，可能就是说，怎么的。应该20分钟就能拼好吧，10分钟吧。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里面的材料啊，就是蝴蝶结，还有一些小球球，还有一个围栏，对。然后现在就是没有那个树干儿，等那个树干来了，就咔咔一拼，不就把树干连起来嘛？然后，计时倒也不必啊。喝什么？不好喝，我觉得。这是姜汁桂圆红枣茶，哼哼哼，好难喝。没有，因为肚子疼。今天对，我是要发超话的，但是我还不知道要发什么。我还买了一个，就是那种可以贴在腰上的那种暖宝宝腰带。我昨天晚上贴了一晚上，好像也没什么用。还好，不会烫，就是挺热的。有用吗？那肯定比没有好了。
我这刘海是我刚刚剪自己剪的，因为就是头发长很长了，我觉得还是要弄几根刘海在前面，然后就随便剪了一下，就随真的是非常随便的剪了一下。就是非常的敷衍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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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七的小皇冠。谢谢你的小皇冠。哇，我这个双眼皮好不舒服呀，贴的实在是太那个了，没贴好。真的。不能撕的，撕了之后就是会那个啥的，就是大小眼。因为撕了就是这眼睛会比那个眼睛小，因为眼睛不一样大，但是不一定嘛，这个东西就是每天长得都不一样，一天一个样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剧组都不让我们就是出横店，就不让我们出组。就是不让出。嗯。确实，而且今天剧组找我们要那个行程码，我看到我的行程码上真的好干净啊。只有一个浙江横店没了，就是最近14天那个途经就只有一个横店，好干净啊！是不是只要我去了上海就会变成就是有星号的？哦，对，因为现在我们说就是要去那种景区拍的话，就是也要出示那行程码啥的，如果有信号就要去做核酸什么的。嗯，好，平时出门要戴口罩，确实要戴。谢谢 圣诞卡，圣诞卡上有没有字啊？没有字，哇、哦，这是圣诞贺卡，谢谢圣诞贺卡 ，Merry Christmas。嗯，去年弹的钢琴，确实该去重温一下了。我没法回上海，我要哭了。我本来要回上海拍东西的。哦，对哦，我们那个前天好像还是前几天拍了那个新年单，但是我回不去，就只能之后回去补拍了。
就新年就是在中心拍拍啦。能出镜就好。不行，我就给在剧组拍了，在剧组穿着我的剧组服，不是穿着我的，哎，但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说是让我就是之后回来补拍的，但也不知道啥时候回去。我说到这个什么空中拍，我想到了，哦，我的天呐，我那天啊。昨天，不是前天，发生了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，就是我又飞天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又飞天了，然后我又飞天，然后这次飞得更高了，巨高无比。这次是为什么呢？是就是我要。就是我要飞走，我要飞走，然后飞走呢？没有，我没有被带下来。就是我要飞走，我飞过去呢，然后就是差不多，比如说我站人站这儿啊，我人站这儿要飞，就是这样飞走，然后出画嘛。然后摄像机就在前面嘛，我可能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出画了，就摄像机就拍不到我了。但这个下面全都是水，你知道吗？是那个河，是河，然后。因为我飞走了之后，但是他们别的演员还要继续在拍，就是，所以我呢，就是不能飞上去就立马下来，我就要在空中一直这样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摄像机拍不到我在空中荡，就是我要一直这样来回荡，来回荡，但我没有，怎么可能掉水里啊？就一直这样荡，结果有一次啊，荡了好几会儿，就很吓人，因为他们前面在拍嘛，然后我已经飞出去了，我又不能就是停在空中，所以就只能让我这样来回荡荡荡，然后荡荡荡荡，当时就荡着荡着呢，怎么说？就突然一下子，就我荡到这儿的时候，突然一下子就是那个他们拉我的那个人突然歘，然后我整个就直下，突然就是很快的下来，然后我那个，然后我当时就尖叫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心脏受不了，就很快，就有点像那个。那种跳楼机那种感觉，因为我从来都做不了那个东西，有点像，然后我就尖叫，然后最后问他们为什么突然这么快，说如果不这么快拉我，我就掉河里去了，我真的醉了，我真的吓死了。然后我下来，我腿都软了，我差人都跪地上了，差点。因为你就本来这样荡荡荡荡，突然歘一下就给我拉下来了，而且还是直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发出了尖叫，然后他们其他工作人员都吓死了。我当时真的要吓死了，特别特别难受，因为很高，然后又是很快速度把我拉下来，而且又是穿短袖在大早上的，因为速度很快很快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种跳楼机的感觉，而又很高很高，又好高，感觉又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米。反正我当时就是难受，难受的要死。对，他们说，如果不这样直接把我拉下来，我就要就荡到河里去了。哎呀，外面的车好吵啊！我好讨厌听到这种声音呀、啊，就是这种摩托车的声音，还有那种开车声音特别响的，我觉得很讨厌，很讨厌这种声音。没有素质。确实很讨厌这种人。
谢谢圣诞树。飙车那不应该在这种街道上飙车呀，那你去荒郊野外飙呀，真的很扰民。飞天的戏应该没啥了吧？已经飞过好多好多次了，谢谢圣诞卡，Merry Christmas。而且那天特别搞笑，我那天拍一场戏，就是说是这样的，就那天飞走是这样子的。那个剧情呢是什么？是前面有一个人他打我，但这个时候突然就说我师傅来保护我，然后让我快走，然后我就走了。然后我就飞走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要打我的人看到我飞走，说了一句：“飞得好美啊！”我就要笑死了。说我就是特别像那个美少女战士，这么一看是有点像，就不觉得贼搞笑吗？就是那个人明明是要打我的，但结果眼睁睁看着我就这么美的飞走了，这不是台词。对啊，就出戏了，瞬间出戏。谢谢谢谢圣诞树。瞬间出戏。对啊，就是说逃跑的姿势很优雅，因为要把手张开，然后在背后看就是很优雅，很优美。谢谢圣诞树。但是你飞天，你怎么飞嘛？你就只能那么飞嘛？你没有别的动作飞啊？我的武术不是武术，我的法术也是很高强的，只不过我对面那个人，他的法术更厉害，他就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人，非常厉害的法术，所以我打不过。我也不知道我最强的法术是什么。什么？有几个法术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就是，不知道有什么，反正剧本里有就有。黑化妆，对对，黑化妆，我的黑化妆那天没有拍黑化妆，还没有拍，不知道挪到哪天了。那场戏我还是在，我好紧张那场戏，因为那场戏好难演。因为那个也算是我的重场戏吧，对的，我重场戏基本上都拍完了，就剩这一场了。还有什么重场戏啊？之前拍了好几个重场戏，这个也是一个重场戏。哦，还有，对，结尾的重场戏。
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是这个，不是说把重场戏演完了就杀青了，只是说这个先拍后拍的问题了。就是像我有一场重场戏，就是我刚拍第几天就拍了，有一场重场戏是和我师傅的，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刚和这个师傅拍第一天，然后我们就拍重场戏，然后就一顿爆哭。金曲前杀青，不知道，那谁知道呢？但愿吧。然后他们那天还在讨论，就是角色，讨论角色什么的，说我这个角色就是很有意思，就是他是有自己的。就是它是有目的性的。谢谢圣诞卡，然后我那天看了那个，不是那天，是之前，就是说。我之前，因为我不是在，哎，我跟你们说过吗？还算了，还是不说了，有点剧透的意思。但我没说。我看剧本看哭了，我之前看楚天瑶剧本的时候也是会看哭，然后看这个的时候也看哭了，就是看到第40集的时候，没了。只能说到这儿了，当然看自己剧情了。就是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我38集的时候不是就是 over 了，但是我40集的时候就又出现了一下，不是也不是又出现吧？怎么说呢？就是很感动，就给看哭了。不能怎么说呢？不是回忆。不是回忆，不是洗白，哎，也不是啊，怎么说呢？我停了，我停下了，家人们。因为我觉得基隆，哎，基隆太可怜了。
整好奇了，那就好奇着吧。我每个角色都这么说啊，真的吗？确实，蓝素也很可怜，顾源也很可怜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啊。相对来说，但是确实嘛，但是基隆真的是我演过的角色里面最可怜的了，他可怜排第一。而且我那天得知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很震惊，就是说，因为有一段剧情是说是演，就是我很小时候，比如说10年前，因为我在剧里就16、17岁嘛，演我10年前那就是一个小孩子，就是5、6岁小孩嘛，然后说要让我自己演，然后大家都很震惊啊，什么？那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说10年后我还长这样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对吧？就是演那种10年前还是个小孩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这么大了，就是整的，大家都有点不可思议啊！怎么演就有点不懂，就是导演说要让我演，咱也不懂。就是说10年前我就长这样，10年后我还是长这样，我没变。对呀，正常来说不是应该请就是小孩吗？小孩演小时候，你才是妖怪，不是妖怪。谢谢脚踏板板，带了小皇冠，不行，太搞笑！谢谢小皇冠啊！我们大家听到的时候都非常的震惊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演呢 反正是那天是通知我说，对，要演我自己小时候。我说哦，好的。怎么可能抓双马尾呢 古代有人扎双马尾吗？反正是那种，我小时候是那种，基隆小时候是，就是那种流浪街头的那种小孩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没有家的那种，那小孩很惨，好可怜。对啊，很可怜的。啊，这能说吗？就当我没说吧。没事，也不一定是我演。真好，
就是说，这小孩吧，长可爱是挺可爱的啊，就是有点高，长得有点太高了。是不是啊？特效，你是在搞笑吗？哎，不过真的可以，就是那个抖音里面不是有那种变小特效吗？是不是变小孩的？可以用那个拍吗？就是把脸变成那种变成小宝宝的样子的特效，你们没用过吗？因为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变成小宝宝的样子，没有我以前小时候可爱，所以我也就是没有拍，不了了之了。不然的话，我肯定会拍一个。因为我知道怎么可以把我显得很小了，就是会，就是可以那种，就是我身边的那种小伙伴啥的，都是那种1米8多那种，这样就会把我显得很小，是吧？但是也蛮奇怪的哈，就是说，就是说5岁小孩已经变成那种1米8多的大个子了，对啊，就找那种1米9的。2米的人，然后我在旁边就显得非常的娇小。可以找波吉的爸爸来演。死亡。小胖和波姐是怎么联系到一起了呢？
嗯，我还没给你们看，我买的那手机壳呢。可可爱了，一个是波及的，还有一个是开克的，我都不舍得用，因为怕把它们用脏了。我都不舍得把它们带去片场用。因为到那边就是手很脏嘛，然后要被各种人拿手机啊，这人拿下那人拿下，就会变得很黑。像这种透明手机壳，可能就是用个两三天就变黑了，所以我都不舍得用，所以我买到现在都还没用过。自己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用。我还想换手机呢，因为我这手机没有内存，天天都要删视频，删的都不行了。因为我每天都会录那个，就是监视器嘛，然后就是每天都要删删删。因为我现在这手机是256G 的，完全不够用，我准备买一个521的，不是512的，那个。一个 T，在哪买？那一个 T 的得多少钱啊？妈呀！对呀，我就是想买那个远峰蓝，远峰蓝好好看啊，我很心动。12000哦，正常是多少钱啊？没事儿，反正我是那啥，分期付款，我分期付款。可以的，反正我现在这手机还没付完呢。哎，付完没啊？快了吧？因为我是分12期，应该快付完了。什么9.9啊？远峰蓝只要9.9啊？因为。我当然没相信了，怎么可能会相信呢？对呀，我准备就是拿我现在这手机去那个什么，叫什么，以旧换新，对吧？这样这手机应该会能抵个2000多块钱吧，因为2000-3000块钱吧。4000可以吗？不知道哎，好像没有吧。我现在是 iPhone 12 Pro，是吧？
但是我主要是还有好多手机壳没有用过，等赶紧，反正哎呀，等最近先把这些手机壳用一下子。确实，这手机壳是可以卖的吗？可以，就是一起，比如说50个，多少钱？打包价，50个，50块，嘿嘿。那也太便宜了。我之前还扔了好多手机壳，后来发现好像被阿姨都捡走了。谢谢，谢谢圣诞树。这个雪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我妈不用用我的手机壳，她那一个手机壳就能用个十几年，她都不带换的。我给她之前给她过，她都不用。我爸也是，我爸的手机壳还是我给他换的，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我爸一个手机壳，我爸一个透明手机壳已经从透明色用成棕色了，我不知道，我还以为他买的棕色手机壳，天哪，笑死我了。而他用的很开心，我说要给他换，他不同意，他说他用的很好，他说他现在的手机用的很好，还是我当时强制性给他就是买一个给他换上的，他都不要换的，可能是用出感情。但是我近期的发现，就是网上真的是有卖这种棕色手机壳的，就是那种颜色的，真的就是和我爸用出来的颜色一个样，很像。我之前还加入过购物车，后来觉得说，有点像，那个颜色有点像用，像我爸用过用脏那种样，我就把它删掉了，就不想要它。真的呀，有那种棕色的手机壳呀，棕色透明手机壳，我就把它删掉了。就是让我很像那种用成棕色，哼，还很贵呢，还要40多块钱。今年过年又要给我爸买手机壳了，他的手机壳肯定一定用脏了。我回去等今年过年回家，如果。一定要回家，回家的时候给你们看看他的杰作。有理，哎，我可以给他买个黑色的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一辈子不用换了。
笑话的。谢谢圣诞树。黑色怎么会用掉色呢？油光黑，我的天啊，有画面了啊！救命啊！那还是得买，给他对，给他把磨砂黑手机壳用成那种镜面板，镜面黑手机壳。不过我妈还好，她会换，因为我会让她换。哇，又下雪了，谢谢圣诞树，好漂亮，粉粉的，有没有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之前我在那个美丽家买的那个高粱米，好好吃啊！不知道能不能拉丝，我没有注意，真的很好吃。而且他就是说，给大家吃一个蓝莓味的吧。蓝莓味的，就是它外面有一层那个糯米纸，可以吃掉的。这个是那个玉米淀粉。失败。QQ 甜甜还能拉屎，好吃又健康，快带一包吧。
怎么回事啊？布拉斯，布拉斯。嗯，有可能是太冷了。有点粘牙，我已经把那些好吃的味道都吃掉了，现在剩下这些我都不太喜欢吃的。好吃，嗯，我喜欢吃那个，其实都大差不差吧。它就是有，它这主要它这一包里吧，这个味道很不平均。它有的没有，就有的你就吃不到那个味道，有的那个味道就一个，还有的味道有一大有半有三分之一都是那一个味道。一般这种三分之一都是一个味道，我就不喜欢吃，我就喜欢吃那种少的。葡萄没吃过葡萄的，还有一包，再给大家吃一个。这个吧，这个味道很少见，苹果味儿。哎，我没吃过苹果味儿。现在给大家吃一个苹果味高粱饴啊，外面有一层这个，这叫什么？糯米纸，吃掉。嗯，入口即化。然后，这是外面这一层呢是玉米淀粉啊，嗯，是可以食用的，可以吃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拉丝，嗯，没有丝啊，咦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拉不了？我看人家那个能拉到这儿。拉到这儿，怎么拉的？咋回事儿？这是他们家的，我是在抖音上面买的。可能是太那个，天冷了。再给大家拉一个，嗯，不过还是挺好吃的。我想拉丝呀，再拉一个，我给它捂热一点。嗯，而且那个啥，我还在他们家买了别的，因为我最近看他们家卖那个老红糖，红糖我也有点心动，但是我还没买，我买了另一个，我买了那个叫啥玩意来着，牛皮糖。不好吃吧，还没有到货。
好咬啊，那还是算了。确实，拒绝一切难咬的。但这高粱饴其实挺好咬的，就是你可以把它化着吃，你可以不一咬它，你就可以放在嘴里化着，化一晚上。我不信，我再给大家吃一个啊！我给大家吃一个，嗯，吃个啥味儿呢？哇，天哪，都是我不喜欢的味儿。你看看，给你们讲，这个一包里这个水蜜桃味真的有很多，巨多。哎，草莓味，有草莓味儿，我就准备吃一个草莓味。现在给大家吃一个草莓味的高粱饴。先温暖一下它，没有水蜜桃味哦，有水蜜桃，它就这一包里就这个水蜜桃味，这个山楂味还有这甜橙味最多了，一半都是这些味，然后有好多味我都没吃到过，就两包里都没有那个味。嗯，下面呢，给大家吃一下这个草莓味的，外面有一层糯米纸，先把它吃掉。嗯，这糯米纸咋粘在上面了呢？然后呢，这上面这白白的是玉米淀粉。现在准备开始。欢迎，入口即化啊，还能拉丝，好吃又健康。谢谢金光闪闪的面包渣渣送我的小皇冠。完了，谢谢小皇冠，拉丝失败，人家拉丝都拉到这儿，好吃又健康，快带一包走吧。再给大家拉一个。我在吃高粱饴，拉丝，我在拉丝啊！给不知道的朋友们说一下，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我不咬的，我都是化的。健康，真不错呢。哼，剩下这些我就不准备吃了，等之后买那个，我买那个牛皮糖，叫什么？是吧？这还是就是一大块那种，那个糖到了，我给你们吃一吃。它还有什么玉米味、黑芝麻味，还有原味。如果费牙，我就不吃了呀，我就给他们，我就给别人吃。
因为我这边不能太咬，我那个咬合关节。但是我的牙是很好的，就是我，对，就是质量很好。谢谢仰坐起卧低眠的旺旺雪饼，谢谢旺旺雪饼。粘细牙齿，嗯呢。对呀，这样可好了，我的牙。因为我从小就是我吃东西都喜欢吃那种硬的，就是吃老是喜欢吃那种脆骨啥的，但是我现在吃不了了。因为我这里不行，我就现在吃不了那些脆骨了。以前特别喜欢吃那种脆骨什么的，排骨里面那种脆骨。而且我不是以前很喜欢吃掌中宝吗？但我现在也不吃了，因为太硬了。没有复诊，但是好像没什么事。我那天啊，我要给你们推荐，如果你们来横店的话可以去吃。我那天知道了横店有一家寿喜锅，好好吃啊，我那天去吃了。我那天收工后去吃了，有一家寿喜锅超级好吃。叫什么，就是在，我不记得叫什么了，反正好像就那么一家寿喜锅，就是在星巴克对面。还好吃的。对的，反正你们大众点评搜应该就搜到了，真不错。这可能是我最近发现横店又一大美食。而且那家还有那个就是啥来着，鹅肝，对对对，我以前我是不吃鹅肝的，但是他那个鹅肝就是很好吃，我就吃了一个，入口即化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真的吗？我也很少吃鹅肝这种东西。因为真的很好吃，我一个人就能吃一整个。不瞒你们说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吃一整锅的寿喜锅，我吃一整锅寿喜锅我就能吃饱，我就真的，我是一真的吃一锅，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喝寿喜锅那个汤，我就能喝好几碗汤。我一般就是吃寿喜锅的汤，然后还有里面的金针菇，还有里面的那种那个什么魔芋丝。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但是寿喜锅里面的牛肉，还好吧，因为得分，它有的家的牛肉好吃，有的不好吃，但主要是那个味儿好吃。反正那家还挺好吃，推荐大家去吃，如果来横店的话可以吃。不吃，我也吃不想，不喜欢吃生的鸡蛋。他们给我推荐过吃，就是生的鸡蛋蘸着什么东西吃，但是我也不喜欢吃。
感觉很少有人不吃生的。对吧？因为他们说是什么无菌蛋，但是吧，听起来就是说有点怪怪的。还是下到锅里吃比较好。妈呀，肥肠刺身听起来就是我不敢尝试的东西。因为我吃东西都比较保守。对吧？像那个吃牛肉，不是有什么三分熟、五分熟、七分熟和全熟吗？我都是得吃全熟的。牛排你都吃不了，哎呀，我的口红都没了。然后五分和七分好吃吗？五分和七分上面是会有血丝吗？是不是五分七分会很嫩啊？啊，真的啊，好吃吗？五分好吃吗？七分？嗯。我要去拿个口红过来，等我一下。好了，看吧，就是淡淡的，很好看。
啵啵。最近新买的口红，但是一点都不推荐，因为它好少。妈耶，这个楼下人说话声音听得那么清楚。因为我开着窗户呢。不冷呀，因为我在那个想通通风，透透气。因为我穿的厚，而且我还有暖手袋，我还有空调，所以我不冷，不然会觉得很憋。我一会儿再关，我一般睡觉的时候才会关，晚上再关吧。明天有戏啊，明天一早呢，一大早呢，第一场。哇，下雪了，谢谢圣诞树。哼，是吧？你看这个雪就是很漂亮，像那种特效啊，这就是特效。这就是特效啊。怪不得看不到你们弹幕了，就没有安全感了。我想一定是卡。对呀，是小草莓。嗯，是有点凉了，不喝了。我还没看呢，新的。我看到第几集了来着？我看到第……我给你们看我新买的 iPad 壳，也是这个。和我那手机壳是一样。我看到第，给你们看我的 iPad 壁纸，很可爱。哟，是波姐，打开也是。我现在看到第第第诶，第第八集，哇，现在出第九集了，
我可以一会儿看播集了，看到第八集了，第九集我还没看。流泪的，我那天看到第几集来着也流了，看到，哎，我忘记是哪集了，我不记得了，但是没有前面流的多，前面就是一整集都一直在流。算了，我还是不要晚上看了，第九集没有很感人吧，不然明天眼睛要肿。波及童年，嗯，可以，我还是明天再看吧。疫情防控，戴口罩。对，楼下一直在放这个。知道，知道了，会戴的，会好好戴的。再播一会儿我就下了，我去看剧本了。明天因为第一场是一场很长的戏，脸好烫啊，没有不舒服，是觉得这里有好多肉啊。为什么我这两边脸两边就会有一直有两坨肉，我就很羡慕没有肉的。因为感觉大家好像都没有肉哎，很神奇啊，他们都没有肉。因为感觉就是没有肉的那种上镜会更好看吧。就是
因为这两边如果有肉，就显得就是很胖，显得很肥，肥嘟嘟的。罢了，就这样吧。哒哒哒哒哒哒。胶原蛋白，确实，因为就是年纪大了，就是要补胶原蛋白嘛，不是，是吧？谢谢圣诞卡。哎，这个也有小雪花哎，只不过是雪花的形状。对，我想说，一般不是年纪大的人就是要补胶原蛋白，没有胶原蛋白，因为胶原蛋白流失了。但是我现在还有，那还是挺好的，是吧？说明我现在还不用补胶原蛋白。因为不是有很多那种就是喝的那种什么胶原蛋白饮，然后还有什么抗糖饮，还有那种东西吗？哒哒。谢谢圣诞树，下雪了，接雪。原来播到40分，我就走。一会儿要关窗户了，不然我脑子里全都是他说的那个疫情防控，戴好口罩。我晚上做梦可能都是梦到这个。我的史努比床单什么时候来呀？嘿嘿。你们听得到吗？因为我先寄到家里了，我要让我妈先给我洗一下，然后再给我邮过来。谢谢圣诞树。感觉这里当然没有洗衣机了，要洗衣服都要去干洗店洗。我这床单也是，就是买了先寄到家里洗好再邮过来，就是很费劲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没有洗衣机。酒店的洗衣机能用吗？请问，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对呀，不能用，那得多脏啊！感觉今天的我好粉嫩啊，粉粉嫩嫩的。好了好了，到点儿了，我要走了。
我一会儿还要发超话呢，你们等等会儿去看超话哦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发什么。谢谢，谢谢仰卧起坐，仰坐起卧第一名的万万雪饼，嘿嘿，好的，吃完万万雪饼，然后去准备发超话。超话没有 KPI， 是因为。我就是想发，不行啊！其实不是啦，因为是因为我那个，我参加那个青云计划，然后就是要发，要是要发超话，哎，好啦，我走啦。波波，一枚香吻送给屏幕前的大家。拜拜。